看一下草原这条407C， 向内翻腾三周半，昨天三米板的铜牌哈。 完成动作还是很轻松，但是也是在入水的时候啊，这个水花没有处理好。这一跳得到了81.60分，有效得分是8.5。来看到曹原这一跳。 选择307C， 反身翻腾三周半，报息难度系数3.4。 啊，不错，曹原确实是能力非常强的一名选手，在16年奥运会的那个周期，他基本上是练跳板，是啊，之后呢又上了跳台。 并且在19年的世锦赛上，当时和陈艾森一起配双人获得了这个项目，就男子双人世乒跳台的冠军。93.50分哈。对。来看一下曹原这条207D， 难度系数为3.6 的向后翻腾三周半躯体。 跳的时候太想发力了，蹲在跳台上，整个人啊，尤其是上身，有点往后倒的太多了。我看一下慢镜头，上身的位置没有定住。这跳84.60分。 看曹原这一跳，6245D， 臂力向后翻腾2周，转体2周半。相信今年对于每一位运动员来说，都是一个训练时间更长的一年。对，在往年的时候呢，一个冬训之后，也就是10月份到第二年的差不多1、2月份，从3月份开始就会陆陆续续有比赛。 624，不错。有的时候，冬训其实要想系统训练也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是。所以在这个冬训当中呢，很多的选手时间，也是加长了，加长之后呢，也学了一些新动作。尤其是在这一次的全国比赛当中啊，我们也看到了，大家的这个学的新动作，而且完成质量非常好，非常不容易啊。91.80分。 曹原这一跳是109C， 难度系数3.7 的，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。漂亮。曹原的这个109啊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跑台非常稳，上身非常稳，完了起跳用脚腕腿的力量这样蹬起来去做，是这样的话就非常容易在打开的时候啊找准这个点。 而且我们看到他完成的高度很高，这条得到了99.90分啊，接近一个百分的成绩。看到曹原这条525B， 向后翻腾2周半，转体2周半躯体，难度系数3.6。 曹原在10米跳台上，其实他是可以跳5257啊，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，他有尝试的去跳过，这个跳还是不错，97.20分，有效得分都是9分。